奥特曼加入漫威，预计明年推出全新漫威版的奥特曼漫画和图像小说。据外媒，在东京动漫展上，漫威已与远古公司宣布达成合作，预计将在明年推出一部全新漫威版的奥特曼漫画和图像小说。奥特曼这是想加入复联，网友奥特曼就要和小蜘蛛成为队友了。奥特曼大战漫威英雄你期待吗？漫威48部经典系列影片，你最喜欢哪部？漫威电影作为典型的美国式英雄电影，纵观2014年漫威在中国上映的电影，主要是通过漫威的金字招牌和本身的高质量，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，扩大影响范围。有懂英文的网友说道，你们看不懂英文吗？只是公司合作，漫威给画个漫画而已，也不要嘲笑奥特曼怎么样，很好看的，现在还在更新哦，腾讯视频就有。想看剧情沉重一点的可以看看赛文 X、 赛文 OV 和奈克瑟斯，比现在的主流电视剧剧情好看得多。